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活动，然后第一次带宝宝过来解带，看摆个桶，哇，这里超多人呢。今天的风有点大，不过就不是很冷，所以就还好。哇，好多人了，我的朋友已经到了。刚刚确定了一下，今天有好几场活动，就是分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。那边看啊，这么多袋，对，那个1到2岁的还没开始呢。这边就是9到12岁的孩子捡的，但是分区域，这边是休息区，然后那边有小小的游乐区。哦，这边是卖吃的。这个学校是一个教会私立学校，还挺贵的。学校还挺不错的啊，其实这边的教会学校都做得还挺好的。这是游乐区，这边要脱鞋了。都在等呢。可乐儿，他知道他会。小朋友都喜欢动物，好开心啊！好了，今天的
收获。我们捡完了，准备走了，因为今天风太大了。